师一日呢换门人哦，六祖啊，有一天就把哦那个门人徒弟呢哦华海智成华达神会哦智长智通智策智道法真法如哦跟他们讲哦说汝等呢不同于人哦说你们呐、啊、跟大家都不一样哦五昧度后啊各为一方师哎就是哦。一方一个地方的老师啦、啊，就是领导哦，领导呢一个地方。那么五经呢哦，教汝说法，哎，六祖呢说现在啊哦，教你们怎么样来哦这个啊说法哦，讲说呢这个佛法不失呢本宗哎，就是禅宗哦，怎么样来修道？那么先悉呢哦，即三科法门哦，动用啊36对。出没呢？哦，即离呀，两边，哎，就是哦，不要呢住在两边。出没的时候啊，都离开两边。说一切法，莫离呀自性。哦，讲一切法的时候啊，不要离开呢我们的佛心。哦，底下呢就讲说，忽有人啊问汝法，出于呀、啊、哦尽双，哎，讲出来呢都是哦相对，皆起呀、啊、对法。哦，来气呀、啊、相因，就近恶华尽除啊，更无气处。哎，这个来跟气呀、啊、哈、哦，两个啊，哎，就是啊互相的哈、哦，把它呢对掉，就是去掉，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恶华呢尽除，哦，都除掉两个两边了，哦，除掉两边以后啊，剩下来啊，哎，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三科法门则、哦、这个三科法门、啊、就是因界日，因呢就是五因、哦、色受想行识、啊哦、五因五蕴、啊哎、这个五蕴、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很重要的、哦、这个内容。那么路、啊哦、就是12路、哦、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哦、所以这个12路、啊哎、就是、哦、根入尘，尘入根。我们平常呢、哦啊、假如说是止动的话是根入尘，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进入六尘、哦、那个呢、啊、是根入尘。那我们、哦、在没有止观意识的时候、啊哎、我们面对的外相那个叫尘露跟露、哦、六露、哦啊、加起来由内由外、哦、就12露、哦、这样知道意思吗、哦、这个是蛮表面的啦、哦、文字表面露啊12露、哦、有六根六尘，尘露根跟露尘，知道意思吗？哦，这个不相应，再讲说一次，我们根入尘、哦、就是眼睛看到形象、哦、这个根眼根已经进入啊色相，这个叫根入尘、哦、根入尘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呢我们、哦、耳朵、啊、去、哦、注意的听声音、哦、那个耳朵是根，然后呢声音、啊、是尘、哦、根入尘这样的、哦、知道意思了、哦、然后尘入根啊哎、就是形象，我们、哦、没有止观意识、哦、没有去想看什么，可是形象跑进来了，跑到我们眼根来，眼睛看到了，那个叫尘入根，这样知道吗？哎啊、所以、哦、那个都是、啊哎、我们在凡尘生活之中应用、哦、不是尘入根就是根入尘、哎啊、就是有12个，那我们背这12个、哦哎、就是左右，我们背它、哦这个控制啊，哎，然后就这个造了业，哎，就受苦。他、啊、说我们要哦透彻认识哦这个12路。那么六尘哦，这个六根哦，六门，六门呢就是六根，然后六识啊，哎，这个哦是18界，哦界就是18界，哦36啊18。哦，六根对六尘产生64，36 18，所以我们呢讲说哈、哦，这个18层地狱啊，18层地狱哈、哦，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64，
所造下来的业，然后我们进入啊十八层地狱。那我们呢要避免进入啊十八层地狱啊，就是要认识哦六根，认识六尘，然后认识啊六识，哦三六一十八全部了解，然后我们不被他左右，哦不被他束缚，然后我们十八层地狱啊就不用去了。这样了解吗？哎，还是不要去的好了哈、哦。要去的话哈、哦，就要去度化众生。哦，这个地狱的众生啊，在受苦，所以容易度化。哎，这个我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哎，那个是要度化他们哦，不是造了业去受苦的。哦，我们众生呢，哦，造了业啊，去地狱受苦，那个是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呢，这个十八戒，哦，自信呢，能含万法。我们自信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包含凡尘的所有一切哦，不管是万象万事啊，都在我们的不生不灭啊佛性之中，所以哦，包含一切万法呢，都在我们自性里面哦，所以叫如来藏含藏哦。那我们念藏也可以啦哦，宝藏，如来宝藏。那么明哦，含藏是含藏的哦，所有的一切哦，若起这个思量哦，即是呢转世。假如说呢，我们起这个思量，就是啊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哦，各位浅显，假如说哦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啊，那可以没关系哦。思索我们怎么样呢啊，行为是正确哦，那个不会造业啊。可是起心动念大部分呢都是我们自私自利，那么在自私我们、哦、起心私心的时候啊，那个、哦、都已经呢业因、啊、形成，所以我们呢要脱离凡尘啊，最重要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哦，没有念头了，念头都没了，我们就不用呢、哦、在凡尘啊、哦、这个视线，就是不用在凡尘啊有形象啊，所以呢，重要哈、哦，哎，就是对那个三科啊，哦，那个五蕴，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不要蕴啊，蕴集、蕴量，哦，我们蕴集啊，色、受、想、行、识啊，就一定要来，哦，结果我们一定会呈现啊，在凡尘。那我们都不蕴量的，哦，都没有的，不蕴集啊，哦，色、受、想、行、识啊，那就不会落入凡尘。所以呢，啊，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那个酝酿啊是很厉害，哦，尤其啊，这个年岁哈、哦，差不多了，结婚了以后啊，哎，这个多多少少都会酝酿哦，那个怨埋怨。各位有没有啊？结婚以后啊，有没有埋怨？哎，这个是坤道多呢，还是钱道多啊？哎。这个坤道的埋怨多呢，还是乾道的埋怨多，还是两个一样多？哎，都会有哦埋怨，所以哦这个怨呐、啊，就是要马上哦解开了，不要让它哦加重程度，加重程度会变什么？对了，就是恨，怨就恨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哎，各位有没有产生啊？哦，没有啊，这么理想，哦，就可以解决了哈、哦，那个怨啊都可以把它解开，所以哈、哦，怨愤恼怒烦，哦，这个都是毒啦。那我们酝酿哈、哦，假如说在凡尘啊，哦，太浓厚的怨愤恼怒烦，那我们哦凡尘的时候啊，很多呢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呐、啊，哎，因为哈、哦。一接近了以后啊，哇，那个怨恨恼怒烦整个都呈现。啊，所以哈、哦，这一生过去了以后啊，下一生再来会变什么？哦，确实就是毒蛇。哎，我们看到毒蛇怕不怕？很怕哈、哦。所以自己呀、啊，不要哦酝酿那个怨恨恼怒烦。哦，那个在凡尘，人家都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下一次啊，我就变成毒蛇了，哦啊，所以不要，哎，这个很好用啦、啊，哎，这个当吼、哦、怨愤来的时候啊，你就想说吼、哦，我不愿意变毒蛇，哎，那个怨愤就会消失了，
那个普里有道亲哦，就曾经这样说，哎，这个说我下一次啊绝对不当毒蛇，所以我绝对不怨愤，哦，人家再怎么欺负我哦，我都会笑笑的，好不好用？很好用哦，哎，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下一次呢不当毒蛇哦，所以一定不要哦怨愤恼怒烦。哎，所以哈、哦，我们不要呢这个起思量转世啊，哦，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哦第八的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啊，哦，它会转成呢我们哦前面啊哦前面的第七识，第七识呢就是莫那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啦，然后潜意识哈、哦、再转给我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哎，那个叫转世啊，转成前面的哈、哦、六个意识。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从第八的阿赖耶识啊，然后哈、哦、转到第七识的时候，摩那识，摩那识啊就是潜在的意识哦，比较深的，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的那个都是第七呀、啊，哦，第七的摩那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把它转成阿摩罗识。阿摩罗斯叫做无垢，没有污垢了，都是清净。那没有污垢、啊、就是已经、哦、正果的果位了。可是我们、哦、就是、哦、不愿意、啊、把那个地气、啊、转成阿摩罗斯，我们都转成、哦、前面的、哦、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啊、是不是这样？很习惯、哦、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转得很习惯，就转成前面的六识，哎啊，六识哈、哦、都是一直在变化，哦，都生灭不停，啊，所以我们从哦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哦，造持很多的业因，然后我们才一直受苦不断，才六道轮回，哎啊，所以我们先了解哈、哦、这个真理，说哦，原来呢我。哦，阿赖耶识第八的哈、哦，阿赖耶识啊，是我们佛性本体。哦，那呢，它含藏了善恶种子，所有累世的善恶啊，都含藏在第八识。那第八识呢，哈、哦，它呢啊，落入凡尘以后啊，就转到第七，第七以后啊，很自然呢，就转到前面呢，哦，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哎，给六个用，所以六个啊，都依赖。第七摩那，啊，第七的摩那依赖阿赖耶识，哎，啊，阿赖耶识呢，就是佛性本体，啊，所以我们含藏了哦累世的善恶因果，那我们现在哈、哦，哎，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啊第八识哈、哦，啊，一直酝酿，一直啊熏习，哦，这个佛法，啊，所以我们呢，这个阿赖耶识之中啊，哎，那个哈、哦、佛因啊，就种的哈、哦、已经呢很深。哦，那成佛只是早晚啊，哦，一定会成就。那假如说我们不知样子哦去修持的话，那我们哦都在生灭，都在哦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做功夫啦，那个功夫再怎么做哦都是生灭哦，修正啊不成哦，不管我们修了多久，几生几世啊都不会成就。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哈、哦、这个道理。哦，不要你这个转世啊，哦，转到前面啊，造业的哦那个方向去了。那么生哦六世啊，出六门哦，见六尘，如是啊一十八界啊，皆从哦自性啊起用，哦前哦前部啊都是从我们自性哦起用。那么自性啊若邪哦不正，邪呢就是不正哦起呀、啊、十八邪。自性呢若正啊，哦起十八正，哦若恶用啊，哦即是众生用，哦善用啊即佛用，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有主宰，哦请佛性出来当家，我们用呢善用，哦佛用，那么用呢有何等啊？有哦自性有，哎从我们自性里面有，哦。这个呢是先把、哦、那个三颗啊、哦、稍微的这个讲解，那么底下呢就讲说对华、哦、那个相对的方法、哦、外境啊无情的有五对、哦、没有情事啊，哎他、哦、
啊，是石头、树木那一些无情的有五对，哦，天与地呀、啊、对，哦，天地，日啊与月对，哦，日月，明与暗对，哦，明暗，阴与阳对，阴阳，水与火对，哦，水火。所以呢，这个外境啊，就是无情的有五对，天地、日月、明暗、阴阳、水火，哦，这个有五个，哦，这个对法。那么此是五对也，哦，这个呢啊，六祖呢哦详细的讲内容。那么法相的语言呐、啊，哦有十二对，哦法相语言，于就是我们讲话以法对，哦有以无对。有色呢，哦，以无色对；有相呢，以无相对；有肉啊，哦，以无肉对。这个肉，哦，各位浅显啊，在我们哦解说成中文的时候啊，叫做烦恼。哦，肉啊就是烦恼，有肉呢就是有烦恼，无肉呢就是没有烦恼。然后我们在实际啊，哦那个生活里面呢、啊，有肉就是精神外放。哦，无肉呢，精神不外放。我们精神外放的时间多呢，还是哦精神不外放的时间多？这个不好意思说了哈、哦。大部分呢，我们都是精神外放哦，因为我们精神外放，哎，所以就当众生了，能够回光返照啊，哎，就是成仙做佛，哎，所以哦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回光返照，哦，都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哈、哦，我们就不用吃很多营养品了，哦，那个吃的东西啊就可以减少。那假如说我们精神都外放啊，哦，要补给呀、啊、很多营养，哎，要吃的很多了，哎，那个老一辈的就讲哦，说我们呐、啊、这个很会吃的人哈、哦。干那迄个龟啊，咧啉卡撑，有没有这样讲？哦，是比较不雅啦吼、哦，不要好听。哎，可是哦，就是这样，一直吃，一直吃，吃不饱啊、哦。哎，那个就是精神的外放。那我们假如说吼、哦，精神内收啊，哦，回光返照，那我们消耗的能量啊，哦就不多，哦啊就会啊在我们体内吼、哦、淤积呀、啊，哦啊。我们体内有能量了以后啊，哎，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全身的脉络啊都会通畅，哦，通畅呢，啊，这个身体的毛病啊就减少，哦，就呢很有活力呀、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精神不要外放的，对我们帮助比较大。那么色啊，哦，以空对，动呢以静对，清呢跟浊对，烦以盛对，哦，生以熟对。哦，老与少对，大呢跟小对，那么此事呢，这个十二对，哦，就是法相语言呐、啊，哦，有十二对，哦，这个六祖呢，哦，教这个弟子啊，哦，那个讲说的那个内容，那么自性起用哦，有十九对，哦，长与短对，哦，邪跟正呢对，哦，痴呢，哦，跟慧对，愚啊跟智对。乱跟定呢对，哦慈悲呢跟毒啊对，戒啊哦跟灰对，哦直跟曲弯弯曲曲哦对，实啊与虚对，哦闲与平对，哦那个阴闲啊跟我们呢哦那个啊平心平哦相对，烦恼啊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哦慈哦悲与害对。哦，喜呀、啊、以嗔对，舌以谦对，哦，这个谦呐、啊，哎，就是我们几仙级哦，怕你找事业干，哦，不肯布施啊，那个叫谦，哦，谦吝谦贪，哦，进啊以退对，生以灭对，哦，化身呢以色身对，化身呢以报身对，哦，此事呢这个十九对，哦，这个我们自性啊启用哦。有十九对，哦，那么师言六祖就讲，那么此三十六对法，哦，总共呢全部三十六对法，若解用，能够了解，能够运用，即啊道观啊一切经法，哎，就可以哦
把所有的这个经法都贯穿，就已经都包含在三十六对里面。出入呢，即离两边，我们进出啊，就离开两边，两边呢善恶，所以我们凡夫见恶，就是两边，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呢之性啊，即是实性，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出入的时候啊，就离开两边，那么自性啊动用，我们用呢这个自性动用，供人啊，这个言语跟人家讲话，外一相的离相，就是外面在形象啊，我们要离开形象，内一空啊离空，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就是要离空，落前着相，我们呢这个住在形象啊，极长邪见，我们的见解啊都不正确，落前直空直着，那个空，那个空呢就是完空，极长无明，就呢增长我们无明，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业啊都从无明来，所以我们无明要去掉，执空之人呢、执着空的人，有谤经啊，诽谤呢，这个佛经，直言一直讲不用文字，他呢执空了以后啊，就讲说不用文字。那么既然讲不用文字啊，人意啊不合这个语言，他说不用文字，我们也不要跟他讲话，这个讲话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我们讲话就是文字的那个发挥作用，文字相。那么又云这个啊迟到呢啊不利文字，就讲说这个啊真道呢不利这个文字。那么即此不利两个字啊亦是文字，也是一样啊文字。那么见人所说呢便即帮他言着文字，人家讲了就呢啊，说人家呢着在文字，汝等呢悉知啊，六祖跟着一些一方的领导者啊讲，说你们要知道自迷啊有可，自己迷昧呢还没有关系啊，只有一个人下地狱了，那又谤佛经，又呢毁谤佛经，那么使这个听的人啊，他呢也产生对那个佛经啊不恭敬，所以呢不要呢谤经啊，不要毁谤佛经，毁谤佛经的罪过非常大，要进入啊那个无间地狱啊，那个受苦啊没有间断，罪障啊无数，那个罪障呢非常的多，若着相于外啊而作法求真，假如说我们在外面的形象已经着相了，然后再作法求真或广利啊道场，说有跟无的过患，说有的不对地方，说无的不对地方，那么如是之人呢累劫不可见性啊，就是再怎么久他都没有办法呢见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但听呢依法修行，我们就是呢要按照真理按照呢佛法来修行，又莫呢百物啊不失而以呢道性啊自爱，所以这个百物不失道性呢就自爱，我们那个道性啊非常活泼玲珑，所以不是阻塞的不阻碍的所以我们百物不失的话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的功能非常奥妙要用若听说不修，令人呢反生啊邪念假如说叫人呢什么都不用修的话，那会啊令人产生啊不正确的念头但呢依法修行，按照呢最上乘佛法来修行各位会了吗？会不会按照最上乘佛法修行？会了怎么修？太好了，就是这样开始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启发，
启发了以后啊，哦，我们呢要把它培养，哦，让它茁壮长大，哦，那我们就可以产生啊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啊，哦，可以使我们呐，啊，哦，了了分明，那个真理啊都透彻，哎，这样呢就哦正确的哦那个修道轨道了，哎，不是哦这个什么都不做的，什么都不做哦会变什么？不错，会变完空。哦，所以我们呢这个很进入状况，哦，很理想。这个无自相的法师，哎，就是哦，我们要哦这个无自相，不要住在形象，然后呢，哦，要用法师呢来救度众生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这个法师啊，才有办法哦救我们的哦慧命灵性慧命啊，哎，那个哦就是啊哦法师才有办法，所以法师救人啊是无限的。哦，那财师都有限量啊，哎，我们那个哦用钱财啊，哎，都帮助啊我们这个现象之中呢，哦，这个改善一点生活而已，哦，没有办法呢让我们啊脱离苦海，那法师就可以哦，可以让我们啊脱离苦海，哎，所以我们哦就是要追求最上圣的哦，先把那个内心深处的我相去掉。哦，没有我相，哦，我，各位浅显，我就是谁？啊，不会啊，我就是如来啊，我就是佛啊，怎么不会呢？都没有信心啦，哦，哎呦，要被搞的啦，哦，都会这样想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先给自己呀，啊，哦，肯定，哦，不是有。哦，这个我们之前啊讲那个心，哎，心明还是信心明，不是有正信条子吗？有没有？哎，我们要深深的记在脑海啊，正信啊，相信什么？哎，对，相信自己就是佛哦。啊，条子呢，就是把我们的佛性啊。哦，就是率性而为，我们率着自己的佛性来做，哦，让我们那个性啊都是直心调直啊，把我们的心调直，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哦，用的心啊都像那个小龙弯弯曲曲啊，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心有没有直的时候？有啊，什么时候是直的时候？有，不错哦，有，什么时候？啊，有个模拟啊，就是我们第一念啊，哦，我们花痴哦，对万象对万事的第一个念，那个就叫直心啊，只是我们的直心哦会吃亏，所以很快转念，很快哦加料，加别的东西进去，哎啊，所以哦直心就不见了，哎，因为直心会吃亏，哎，可能各位都有用过直心啊，有吃过亏，所以以后都不用，对不对？不对啊。所以哈，我们了解说哈，慈心呐，确实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容易见到，就是那个第一个，哦，那个第一义呀，第一个，不要转，哦，一转了就不是了，哦，一加料就不是了，所以哈，我们都会有说，我想看卖，那个想看卖哈，慈心就无去啊，哦，迄想看卖就无爱食亏啊啦。啊，不爱吃亏哈，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哈，那个就是要耗掉我们的浩然正气，嗯，拢被哦用聪明，哎，用聪明就不吃亏了啦，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哈，慈心是很容易见到，只是我们不愿意呀、啊、去把它培养，
所以我们要正信啊，调持，哎，啊，那个小龙要怎么让它止啊？哦，对，就是戒律呀，哎，就是哦，不可以转念，不可以加料，哎，戒律呀，容不容易？倒是有一点不容易的哈，嗯，啊，黑龙要叫家里去吃亏的，嗯，看买哈，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哈、哦，那个无住相啊法师，哦，让我们呢啊都可以啊脱离这个苦海，哦，汝等若悟啊，哦，六祖讲说你们都能够领悟的话，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哦，那么依此做，按照这样哦来说，按照这样来用，按照这样行持，按照这样做，哦，即呀、啊。不失本宗、哦、对禅宗的修持方法都已经呢能够把握。若有人、哦、问汝欲、啊哎、有人 问,、哦、问你真理、哦、问有将呢无对、哦、问无、啊、将有对，有跟无、啊、两个、哦、一对起来以后，各位浅显一相对了以后、啊、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蛮正确的、欸、因为有跟无一对了以后全讲不出来、欸啊、讲不出来就正确了、欸、讲出来就不正确了、哦、讲有嘛不对，讲无嘛不对、哦啊、所以都不讲了、啊、就已经对了，就已经回到、哦欸、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了，它是绝对体，没有有也没有无，还能有了解吗、哦、所以很有意思、哦、那么问凡、哦、以圣对、哦、凡跟圣、啊、相对、哦、凡落入一边，圣、啊、又落入一边、啊、不凡不圣又是什么、啊、对，又不要回答所以这边、哦、刚好都不回答最正确了，因为全部没有了哦，没有还也没有剩，哦，已经都对掉了，哦，该对对个拢无去啊，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哈、哦，这个是两边的哈、哦，全部把它去除，说两道相因呐、啊，生中道义，哦，有两道哦，就是两边呐、啊，哦，互相产生，哦，就会有中道的意义啊出来，哦，如一问啊一答，哦，一问呢一一此做。全部、哦、都按照这样做，即呀、啊、不失离也、哦、就不开不离开呢这个真理。设有人问啊、哦、何名为暗、哦、什么叫做暗？那么回答：明是因啊，暗是缘，明末则暗，以明呢来显暗，以暗呢来显明，来去啊相因成中道义。哦，这个之前啊我们就有讲哦，说来去相因呢就成中道了。哦，这个千年暗示啊，我们不是有讲吗？一灯啊能破，对不对？哎，那个暗啊，那个暗示说我住在这边已经一千年了，不愿意离开，可是只要你哦一点灯了以后啊，它暗不离开不行啦。啊，各位浅显暗去哪里？哦，这个气呀、啊，无气处啦，它、啊、明从哪里来？哦，对，就是来无来处。哦，所以这样呢，这个来气相因，这样了解了吗？哦，来跟气呀、啊，它互相哦哦成一个因呐、啊。哦，来气相因就成中道了。哦，既不是明，也不是暗，不是明啊，不是暗、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这样知道了吗？哎，答案都出来了、哦、哎，所以、哦、这边、哦、六祖呢跟、哦、徒弟们讲的时候、啊哎、我们也就了解到整个、哦、答案、啊、都呈现、哦、这个呢啊，明来的时候没有来的地方了，暗呢去的时候、啊、也没有去的地方了、啊、既然、哦、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它叫做常住，常住不迁，
唔免搬啦，唔免搬厝，唔免搬所在，啊，常住不迁是什么？就是佛性啦，对啦，哦，就是我们佛性常住不迁，所以哦，承宗道义。那么疑问呢、啊？悉皆如此，汝等以后传法，依此呢，哦，转向啊，教授勿失宗旨，就是啊，不要呢，哦，失掉呢那个禅宗的哦那个旨意。那么师于太极元年任职，哦，元和七月，就是哦，西元啊713年，哦，现在多少年？2010，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哦，太极元年啊是713，哦，西元啊713年，哦，命呢门人往新州呢国恩寺啊，哦，建塔，哦，并命呢，哦，这个出宫赶快哦把它完成。那么次年714年，哦，夏末夏天的哈、哦、尾巴，哦，落成。那么7月1号呢，哦，这个吉土啊啊。这个众曰：“哦，5至8月啊，哦，欲离啊世间，汝等有疑啊，早悉呢相问，为汝啊破疑，哦，令汝啊啊这个迷尽，就是迷昧啊，已经哦没有了，不迷了，全部都领悟了，哦，若无若气候啊，哦，无人教汝，哦，这个六祖讲说。”哦，假如说已经呢啊，一归空了以后啊，无人甲你教，啊都未响。哦啊，所以今嘛呐有疑问哦，爱赶紧问。那么华海等文呢？哦，悉皆啊，涕泣呀、啊。哦，这个就是有声叫哭啦，无声叫泣。各位曾经有泣有哭泣过吗？大概都会有啦哈、哦。就是人嘛哈、哦，这个难免呐、啊、都会有。哦，这个涕泣呀、啊，这个涕就是流鼻涕呀、啊。咱那咧考吼，拢会流鼻吼、哦，会不会有？对，那个很感伤啊吼、哦。这个也又流鼻涕呢，又吼、哦、这个哭啊。那么唯有哦神会啊，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呀、啊。这样神会怎么样？留给各位、哦、想象空间，哦，诗隐六祖、哦、就讲说神会小失啊、哦，我们要了解这个受戒，哦，受那个250个戒、哦、以后啊，假如说还没有到10年，还未满10年，叫做小失啦、啊，哦，还没有进入、哦、真正的、哦、那个状况。所以就讲神会小失，哦，这个缺德呢，善不善等，就是善、啊、跟不善两边、哦、都平等了、啊，这样了解意思吗？好不好？毁誉呀、啊，哦，不动，哦，被人家毁谤跟被人家称赞，他都不会动心呐、啊。我们会不会动心？我们保证都会了哈。哦，这个悔的话很生气，意的话很高兴，哦，都一定动心啦、啊，所以我们要学哦淡泊，这个悔哦悔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我又没有损失什么哦，这个称赞的时候就想说我又没有得到什么哦，所以悔意啊，都不在意啦，哦，都不要呢挂在心上，哦，哀乐啊不生。哦，不产生哀乐，哦，两边对待呢都不产生。那愚者啊不得，哦，剩下的人，哦，这一些人啊，他都没有到这个状态。哦，4年3宗呢进修合道，哦，在三宗呢修这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进入状况？哦，这个六祖啊在念他们，哦，汝今啊悲去啊，为忧哦阿水啊，是咧为什么人哦这个欢乐？哦，若有吾啊，不知去处。哦，吾啊，自知去处。六祖说，他知道呢，他要去哪里。哦，吾若呢，不知去处啊，终不啊，预报于汝。哦，假如说不知道的话，不会事先呐、啊、跟你们讲。哦，汝等悲去啊，盖未不知呢，吾去处，就是呢，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哦，若知道呢无气处啊，即不合啊，哦，悲气，法性呢本无生灭气来，所以哈、哦，我们了解哈、哦、这一句啊是重点所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法性哦，本来就没有生灭，哦，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气啊，也没有来，哦，汝等呢，哦，俊众，哦，这个六祖啊跟他们讲说，你们大家都做好。五一炉啊，说一句，哦，名曰呢，哦，真假动静句，哎，就是哦，真假动静。那么汝等呢，哦，诵取此句啊，与吾异同，哦，就是呢，跟呢六祖的意啊都相同，哦，依此啊修持，不失宗旨，哎，那个禅宗的修持方法，哎，都正确。那么众生呢，作礼，哦，请师呢作记。哦，句曰，哦，句语啊，就讲说一切啊，无有真。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没有真的啦。哦，一切都是假。哦，所以一假一切假，全部都是假，凡尘都是假。啊，假的我们要不要住相？假的我们要不要烦恼？哎，假的我们要不要动心？哦，我们现在都会说了。哎，啊，真正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哈，哎，那个都很要，哦，不是不要的，哎，所以哈，哎，真理啊，真的要熏习，熏习让我们很熟悉，熟悉到呢真正的了解，了解以后，哎，真的一切无有真，全部都是假，哦，金银财宝啊，哦，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带得了多少？竟然一毛钱也带不走，哦，那要不要争？哎，这个心肝咧想矮啦，阿伯被安那嫌我，所以嘴巴就不好说出来，哦，所以我们了解到，哦，这个凡尘事啊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啦，哎，所以我们哦，这个事来则应啊，哦，事去则静，心里面啊尽量都保持啊，哦，那一种。哦，那个真空状态，哦，都是呢，哦，不在意，哦，得失呢不放在心上。那么不以见于真呐、啊，不要把那个假的就看成是真的。哦，我们凡人都这样的，把凡尘的景象都是看成真的，所以才很烦恼，哦，才处理事情呐、啊，哦，会造了业因。那假如说我们知道都是假的。哦，假的啊，我们就呢不在意，哎，不会造业因。哦，若见于真者啊，哦，是见啊，尽非真。假如说我们把假的都看成是真的，那么这一个见解啊，就已经哦不正确了，全部都是假，全部都不真。若能呢自有真，这个呢就讲到啊，我们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我们呢自有真啊，哦。只是说没有形象，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啊，我们自己都有，可是这个有啊，就是要体会，要领悟啦。各位有没有真？有，一定要切实的哦，去掌握到真，哎，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了了不明哦，那个知觉性啊，就是我们啊。哦，本来面目，那个就是真。哦，成佛就是他在成佛，所以一定呢，哦，要认识，哦，绝对要认识，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呐、啊，修不生不灭的道。哦，那个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啊，不生不灭的真心。这样了解了没？了解。哦，一定也要哦，启发哦。那么离假即心真，我们离开呢所有的假哦，心啊就真了，哎，那个真心啊呈现，所以即心啊即佛哦，我们呢全部的假都离开哦，离开假，哎，然后呢哦，我们的真心就呈现。那么自心呢不离假哦，我们自己的心啊，哎，都不离开假象。哦，这个导致我们哦六道轮回很久以来啊的习惯性，哎，都哦认为啊是真呐、啊，哦都不离开这个假，都把假当真，哦无真呢何处真？
没有啦，那个假都是假，不会变真的哦。所以我们就哦可以一直看看哦，看现象啊，它一直变化，变化到后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不见了啦，不是到后来都不见了吗？哦，所有万象啊，到后来都不见了。哦，或者都讲啊，我们哦这个盖的房子啊，哈、哦，那个钢筋水泥啊，很坚固啊，可是它的寿命才100年啊，100年以后呢，哦，危楼不能住，危险的，要拆掉，对不对？是不是又不见了？哎，所以都不见了。哦，凡落入现象，不管是长，哦，不管是短，它一定都会不见，都会消失啦。这样了解吗？唯有我们哈、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形象，不会消失，没有形象，永远都在。这样了解吗？因为它没有形象啦，所以不会毁坏。哦，都永远都在，哦，我们也就是要培养永远都在的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哦，我们一培养出来了，哦，我们证悟了，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哦，所有的佛世界啊，我们都可以到达，哦，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哦，东方琉璃世界，哦，南方的宝佛世界。哦，那个北方我们倒是比较少哦，去说它的名称了，哦，所以呢，一切啊，哦，都呢，啊，这个哦是假的哦，不要把它当成真。有情呢，哦，集解动，有情啊，就是有情事啊，嘿，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情，哦，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众生。哦，连那个所有啊动物啊，它也都是哦有情。那么有情呢，哦就解动，了解呢到这个动动态啊，所有一切呢我们都了解。那么无情啊即不动，哦这个无情啊，像那个石头，哦像那个树，哦这一些呢都无情，哦啊无情就不动了，哦若修不动行啊，我们修哦这个不动行。从无情不动，假如说吼、哦，安尼坐禅坐个安拢点点袂叮当吼，哎、哦，六祖就讲，阿嘿吼，甲石头甲树啊拢赶快，吼、哦，肉密啊真不动。假如说我们要找到呢，真正的不动，哦，真的如如不动，然后呢，动上啊有不动，我们这个动的身体上面呢、啊、有一个不动的，哦，是谁呀、啊？对，就是佛性、哦、我们动上有不动，那个呢如如不动呢就是我们佛性、哦、非常的、哦、奥妙的圆满、哦、不动是不动的，无情啊无佛种、哦、假如说石头跟树木啊，它呢无情就没有佛的、哦、那个种子。善能分别相啊，以第一义啊不动，就是、哦、善能分别相啊，就是了了分明，哦、我们能够呢了了分明，可是呢、哦、在第一义、啊、不动、哦、究竟了义、啊、第一义、哎、我们在第一义的时候呢不动，如如不动呢就是第一义，究竟了义、哦、这个呢我们要努力、啊哦、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先了解佛性本体、哦、慢慢的进入、啊、法性的、哦、那个深处、哦、就可以到达第一义哦，究竟了义啊，可以到达。但作哦，如这个如此见啊，即是啊真如用。哦，我们这样来啊，这个行持，哎，就是真如啊，哦，已经呢呈现作用。报之学道人，哦，这个呢报告所有哦要学道的人，努力呀、啊，哦，惜用意，哎，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来修持，哎，就是要用意呀、啊，哎。要用、哦、我们那个立志相的、哦、那个志相。各位有没有立志相啊？立什么志相？成佛、啊哦、那很好、哦、就是要立志相，要成佛、哎、跟六祖一样唯求作佛、啊哦、不求一物、哎啊、要再立的话、哦、就要度化众生、啊哦、
要呢度化众生，使众生都成佛，哦，那个就很重要。哦，莫以啊大圣门切齿啊生死智，不要在大圣哦这个佛法的哦这一个修持里面呢，哦执着啊我们生死的智慧。哦，所以我们了解生死啊就是生灭，在生灭啊，哦生灭的智慧里面用心啊是用错心，哦，所以我们呢，哦不要呢这个执着生死，而且呢我们哈，启发了佛性以后，哦已经呢，哦离开呢这个四大所有空土，离开我们这个身相，哦已经呢跟虚空合在一起，叫做真空妙有。哦，啊，已经呢真空妙有身体呀，啊，哦，这个生死啊就不关佛性的事啊，所以哦身体没关系哦，还给天地啊，所有空土，那我们就已经呢哦超越了哦，就已经呢哦走入啊整个宇宙虚空，跟虚空合成一体了。若言下相应啊，即共论啊啊佛意，假如说哦。这个讲哦，能够呢相应，这个相应知道了哦。因为哦，或许花姐说，为什么各位这个下午哦两点到四点啊，就是午休午睡的时间呐，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哦，大家都不会打瞌睡？就是因为我很会问。各位就想说我不知道又要问什么，所以就专心的在听我要问什么，哦，对不对，所以都不爱困了。不过或许不是有鼓励嘛，这个你想打瞌睡的时候啊尽量享受，因为打瞌睡不会做梦，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是不是进入朦胧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见到佛，佛会呈现给你看，所以你就尽量享受，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呢啊相应的哦，言下的相应就跟他讲佛意了，就是哦他也很有心追求，那这样呢哦相应得章，能够呢过大家互相勉励，若实不相应，得哦伊都幸福，弟弟要赚钱哦。容易着重完成事啊，那你跟他讲哦，他都哦听不来哦，合掌令欢喜，就是哦不要说了，因为你在说哦，他会毁谤，那毁谤佛经哦罪过很重，我们不要哦这个我不杀佛人哦，佛人为我而死啊，所以不要害他造罪，就不讲了，合掌令欢喜。哦，所以各位姐姐，那个合掌很有意思的，哦，或许都一直讲过啊，哦，我们这个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啊，都是完成事，啊，你一合掌了哦，完成事没办法做了，啊，都把完成事啊放到背后，然后哦一合掌了，都把良心掏出来，所以哦那个合掌就有哦背成啊合举，哦完成啊放到背后。觉性的拿出来，各位有没有那个感觉，双手一合掌的是不是表示把心掏出来，所以那个，很善，很那个善的动作，我们呈现的这个很善的动作，他假如说不听的，我们合掌啊，令欢喜，那么此中呢本无真，这个呢啊禅宗呢没有那个争论，争呢即失道义，哦，真的话呢就失掉了那个道义，哦，执逆啊啊真法门自性呢入生死，假如说哦拢不爱听真理的话，一直要跟他争，争到尾啊，那个哦这个修修真唔捌唔捌输啦吼，啊修输唔捌赢，都一直要争，哦，我们一般人都会有那一个执啊吼。那个熬执熬，所以我们不要呢落入那一种现象。那么十哦，徒众呢闻说记矣呀，普皆作礼，遍体失意呀，各个呢摄心，所以这个摄心呐，是蛮重要，说摄啊
我们那个心，让它能够专一。那么依法修行啊，更不敢争。乃至呢，大师啊，不久住世。那么华海上奏呢，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啊，依法当复何人？所以这个各位浅显，这个问的人啊，这个他为什么问？这个就是他想要继承啦，因为他是大弟子啊，想要这个继承，他所以呢就问六祖说，这个入灭了以后啊，这个依法要付给谁？师曰，六祖就讲说：五仪啊，大幻世说法，以至于经啊，超入流行。所以我们这一本这个六祖坛经啊，就是华海他所写的啦，是六祖交代他做。他本来是想要去接受依法、依波跟佛法，结果六祖交代他，你抄录六祖坛经，这个呢木曰华宝坛经啊，就是这个六祖坛经。那么汝等守护啊地相这个传授，就是要把这一些所讲的这一些佛法，都要呢这个地相啊传授，度之呢群生，要呢度所有的众生，但依此说啊，是名正法。按照这样呢，就叫正法。那么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啊其一，就是呢啊为大家呢说这个上圣佛法，已经呢那个一一波啊已经不再传了。盖为汝等呢信根啊成熟，就是信根呢都已经够了，成熟了，绝对啊无疑堪任啊大事，信根成熟，这个蛮重要的。各位信根成熟了没有？可能还怀疑说，可能要不先卸给快。要了解到这个要相信自己呀、本身呢就是如来，信根呢一定要成熟。然即先祖达摩大师呢护受呢几亿呀，一不合传，就是达摩有交代呀、据曰：吾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就是达摩到我们中土来呢，要救我们这个东土的众生，一法开五业啊，结果呢自然成，就是已经呢度了有五位。那么师父曰，又主呢又讲知善知识啊，汝等各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呢种子啊，那个种子，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很不容易达到了，就是那个华严，华严就是种子啊，佛的智慧，这个种子须达呢一相三昧，一显三昧，要达到呢一相，一相三昧，三昧呢就是正定，然后一相，就是万相都变成一相，那一相，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不是有讲过吗？万象都变一象啊，一象是什么？又是佛像，一象就是无相啊，一象就是无相，没有形象，万象都变成一象，一象就是无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我们就进入正殿，一相三昧，然后一显三昧，就是存一直心呐、全部啊都是一直心一显，正定三昧。若于一切处啊，而不住相，以彼相中呢不生真爱啊，亦无取舍，不念啊利益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这一种状态呢叫一相三昧。若于啊一切处行住坐卧，成一直心，不动道场，那个如如不动，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
哦，说一相跟一行，若人具哦二三昧哦，假如说人已经具备是两个哦，这个一相三昧跟一行三昧哦，两个三昧，如地呀、啊、有种哦，好像地呀、啊，哎，我们哦有那个种子啊种下去了，含藏哦长养，成熟其实啊，哎就可以哦啊有那个果实呈现。一相一行呢，亦复如是。哦，我今呢说法犹如实矣。哎，好像哦，哎，那个刚好缺少雨水的时候啊，哎，就呢下雨了。哦，这个普润呢大地。那么汝等佛性呢、啊？哦，必知种子。哦，亦知呢沾暇。哦，虚皆呢啊发生。那么成五持者啊，皆获菩提。哦，按照呢六指这一种宗旨啊，一定呢可以得到菩提。哦，一五行者啊，定证啊妙果，一定呢可以证悟啊。哦，那个佛的果位哦妙果。那么天五俱曰哦，六指呢又讲俱于心地啊含诸种哦，普于啊虚皆猛顿悟啊华前已啊菩提果自成。哦，所以按照呢我们正确的修持方法。一定呢可以成就。那么师说记忆啊曰哦，其法无二哦，这个法没有两个，只有一个哦，就是呢都要我们成佛。那么其心亦然哦，心也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是真心哦，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心。那么其道呢清净啊，亦无之相哦，这个道啊清净，没有形象哦，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这个凡尘的所有现象啊，哎，都是假象哦。真正呢，我们佛性哦，那个是没有形象。汝等圣悟啊，哦，观境啊，即空即心哦，不要观境，以及呢，不要空即心哦。此心啊，本净，我们的心啊，本来就清净哦，本来就没有沾惹污垢哦，无可啊取舍。哎，我们哦。哎，这个要取啊，取不得；要舍也舍不得。哦，无可取舍，各自努力啊。哦，随缘好去。哎，所以六祖呢，要啊，这个大家呢都各自努力。那么尔时啊，徒众呢，这个坐礼而退。那么大师哦，七月八日啊，忽谓门人曰：哦，吾亦归啊，新州汝等呢？哦，四里啊，舟楫。哎，就是船。哦，叫他们呢。赶快整理、哦、那个船。那么大众呢哀流啊甚坚哦，诗曰：知佛出现啊由是啊哦涅槃。哎，这个佛一出现呢，一定呢哦会啊这个啊这个显示啊这个涅槃哦，有来啊必去哦，有来都去，理亦常然哦，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无此哦，咸海贵必有所哦，众曰：师从此去呀、啊，哦，早晚可悔。哦，什么时候呢？一旦够顿来，哦，六祖就讲：哦，叶落呢归根，来时啊无恐。哦，说叶落啊归根，他来的时候呢，哦，就不会啊，哦，像现在这么哦多话，就是不会讲话了。哦，每个在供。哦，那么又问曰：正华掩藏啊？哦，传复何人？哦，六祖就讲：有道则得，无心则通。哦，有道啊就得，然后呢，哦，无心啊就通。然后我们要了解那个无心的心啊，就是凡尘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啊，这个哦三六一十八全部都不用，不用呢，哦心就没有了啊，无心啊，哎就通了，哦就可以通达。了解意思吗？哎，我们都一再解释哦，那个无心啊，哦，就是真心，哦，就是佛性本体，哎，所以无心则通。那么又问哦，后末有难佛哦，这个以后啊有没有哦那个灾难哦？六祖呢就讲哦，五灭后啊五六年，当有一人啊来起五手哦，已经呢这个灭后死掉以后五六年。有一个人要来搞我斩我的头壳，哦，所以这个六祖呢都能够事先知道，哦，那么天五俱曰，哦，这个六祖就讲说头上呢养亲呐、啊，
口里西餐，那一个要来取我的头的人啊，就是呢他的家里面啊有父母亲要要养就是啊嘴巴要吃饭，他就是为了钱，所以呢才要来取那个六子的头，就是受人家的那个利用啊，提及请伊来斩六座的头，斩皮不是要侮辱，原来要去斩去供养啊，了解意思吗？怎么好像都很惊讶？他要取头也是要拿去供养啦，所以那个心导致我们想一想不到什么心讲了这个人斩头回来要拜很奇怪所以义满之难那一个来斩他头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满，有一个满那么杨柳为官，那个时候地方官呢一个姓杨一个姓柳就是在办这一件事。那么又云六祖又讲五气七十年有两个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先化建立五宗，就是建立这个修持方面的禅宗法门地气且然，就是建造寺庙啦那个地气且然就是用起寺庙啦起那个咱在修道的这款寺庙昌隆法池就是把这个修持的方法要把它呢推广，所以我们呢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有参差讲永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有讲这个耳根圆通，然后有讲那个传心法要，然后有讲信心明，有讲心明，这个呢都是在那一个时期那个修持修持的那个风气很盛，那我们借着那个很盛的那个修持的那个时机来讲说这一些修持法门，对我们帮助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个来说的话比较支离破碎啦没有那么专注所以我们就在六祖坛经刚好那个很兴盛的修道时期来说这样比较适合所以才会讲的这么久，有一年之久那么问曰：未知呢从上呢佛祖应现以来这个传授几代愿垂开示那师引六祖呢就讲说古佛应世已无数量古佛应世已经呢这个太多了不可计也，那么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觉我们了解过去叫庄严觉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夫佛，那么现在叫做玄觉各位前贤，以前那个庄严觉有一千位佛这个是讲已经是后面的那个三位啦，那现在玄觉一样有一千位佛，那现在到我们弥勒祖师才第五位啦不要够足济有还995位啊很久，然后我们这个玄觉一过去以后还有一个叫星宿觉，天上的那个星宿千宿星宿觉一样有一千位佛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时间没完没了足久的非常的久，那么玄觉积留生佛积纳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文佛到我们现在弥勒祖师弥勒祖师这边没有记载这个呢是为七佛，那么释迦文佛所传摩诃呢迦摄尊者，
那个就是哦，这个哦，我们了解前面那个佛是掌哦，掌天盘，那后面的佛，后面的这个哦，这个尊者他是掌道盘哦啊，这个西方呢哦，28代哦，东方前18代，好、哦、后东方18代哦，所以我们呢、啊，整个掌道盘呢、啊，就是有64位啊哦，这个祖师掌道盘。哦啊，刚好呢，无极生太极，生两仪，然后生四象，然后呢，哦，生八卦，相中相错，8864。哎，到我们佛老师啊，哎，就是最末后第64，哦，第64代掌道盘，所以我们老师才哦讲说末后一早，哦，要我们徒弟啊帮哦帮老师啊办理呀、啊、末后一早，有没有？哎，从我们老师以后，那个哈、哦、就没有再传道了，哎，那个都是教化欠善，哦，所以以后啊没有了。到老师最后，哎，说在后面再接的那个都是骗人的啦，哦，在树里面啊没有，没那个哈、哦、65个啦，哦，64雄已经上完完结尾啊。哦啊、所以个公个落去落去黑啊，黑拢咧骗人、哦、我们不要去相信哦，这个有这个秉承的哦，真正的可以啊哦，这个考据的哦，从啊那个啊迦瑟哦第一代哦，阿难第二，第三呢哦桑那合修哦，第四啊哦优婆提多，第五呢哦提多迦尊者，第六呢哦。密遮迦尊者，第七呀、啊，哦，波西密多尊者，第八呢，哦，佛陀难提尊者，哦，第九，佛陀呢密多尊者，第十，哦，利尊者，11，呼那呢，哦，夜奢尊者，12，马明大士，哦，13呢，哦，迦毗摩罗尊者，14啊，龙氏大叔，哦，15。哦，迦那啊，提波尊者16，哦，罗侯罗多尊者17，僧伽难提尊者18，哦，伽耶舍多尊者19，鸠摩哦罗多尊者20，舍耶多尊者哦21，婆修哦盘陀尊者22，哦摩奴罗尊者23，何罗勒尊者，哦，24，狮子尊者25，哦，婆奢斯多尊者26，哦，布鲁密多尊者27，波罗多罗尊者28，菩提达摩尊者，哦，29，慧可大师30，生灿大师31呀、啊，道信大师32，弘忍大师，哦，慧能师为33。哦，他把那个后东方哦，到第六子呢，他把它加起来，哦，就呢，加到33。那么从上呢，知足啊，各有秉承，哦，汝等向后啊，地代流传，哦，勿令呢乖误，哎，所以哦，这个掌道盘啊，都有那个哦可以考据的，哦，不是呢，我们凡人称的啊就算，哦，那个是啊，哎，我们上天指派的。那么大师哦，先天二年啊，哦，癸丑岁8月初三入，以国恩寺嘞哦斋拜，谓之哦徒众曰：汝等各依啊为咒，无疑哦汝白。那么华海哦白猿和尚呢流河交华，令后代迷人得见啊佛性。哦，六祖呢就讲说汝等谛听呐、啊，后代迷人。哦，若是众生啊，即是佛性；若不是众生呢，万劫觅佛哦难逢。所以哦，这个各位先贤哦，六祖讲这个话呢，导致我们哦一般啊比较少研究了。哎，说呢，若是众生啊，即是佛性啊。所以哦，这边呢，我们要哦了解到，我们哦落入凡尘啊，就是因为起心动念。哦，才落入凡尘有形象，然后哦，借着天地的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
那我们哈、哦、知道啊，所有风土啊是没有知觉性，哦，然后我们佛性啊是没有形象，佛性啊没有形象，然后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那现在我们落入凡尘啊，就刚好哈、哦，哎，两个汇合，没有哦形象的佛性啊，进入啊没有知觉性的所有风土。啊，所以水火风土便有知觉性，然后没有形象的佛性哦，哎，竟然我们可以看到四天莲动，这样了解吗？所以六执站在这个角度啊来讲，肉世众生啊，哦，即是啊啊这个佛性，这样了解了吗？哎，因为我们哈、啊、是众缘寂寂啊而现的生相，哎，叫众生。那若是我们认识众生，哦，认识了是众缘而生，啊，所以呢，佛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哦，观察衍生的道理，哦，若见衍生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各位有印象吗？哎啊，所以我们见到衍生，见到因缘相继而生。已经见到衍生，就是已经见到法，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哎啊，所以我们哦，从我们这个因缘际会啊而现的这个身上，我们只要不落入哦偏重于现象，不偏重所有风土，不偏重呢我们身体呀、啊、哦那个感官的哦那个接受程度啊。我们全部呢都把它放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上面，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修正啊，哎，就已经呢到达世间相常住了。各位浅浅这样听懂吗？或许会说听懂才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蛮深的程度了、啊，哦，若见衍生啊。见到因缘际会，然后、哦、产生形象，它、啊、等于、哦、我们见到衍生、啊、是没有形象，只是我们看到、哦、它的那个变化情形，它、啊、看到变化情形一样没有形象、啊、所以我们见到这一些衍生、啊、都没有形象，那个是见到法、啊、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他、啊、见到佛啊，即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形象，真正的见到如来。啊，你听有无？像唔敢应，这个是详细说哈、哦，所以这个啊，释迦牟尼佛讲过。哦，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与如来。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没有形象，真的见到如来。阿弥陀佛。这个详细说了哈、哦。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真理就是这个样子、哦、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生灭，没有对待、哦、没有形象，已经真实的见你如来。那假如说我们有所见，哇，看到哦，那很庄严的，那个叫邪见，因为、哦、它是生灭，它不会常住的，它让你看的就没去了，对吧？是不是全无去啊？啊，无去，那是不是生灭？啊，生灭我们要不要追求？哎，就是不要追求生灭。那我们真正的见到自己如来，就是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哦，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真实的见你如来，好不奥妙？哎，所以哦，我们追求心理心法很值得的，哦，这个晚上睡觉都会偷笑的。
一定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若是众生啊，即是佛性哦，众缘寂寂而生呢，就是已经知道了哦，见到啊，眼生见到佛性哦。若不是众生，假如说不认识，那万劫呀、啊，哦，这个见佛难逢，就满掉，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呐、啊，不管几生几世哦，都找不到了哦，找不到佛。那么五经呢，教汝啊，哦，是自心的众生，哦，六祖呢就讲说呢，要呢教呢，哦，这个所有弟子啊，哦，认识啊自心的众生，见啊自心的佛性。哦，看到我们自心的佛性，那么欲求见佛啊，但是众生，我们要见佛，就是认识众生，只为啊众生迷佛，我们众生迷灭了，哦，我们本身就是佛啦，现在各位清醒了没？哦，都清醒了，所以哦，已经呢不是迷佛了，哦，那么非是啊佛迷众生。哦，我们要了解哈、哦，不是呢，佛迷众生，自信呐、啊、落悟哦，我们自信领悟了，众生是佛，领悟了哦，众生呐、啊、都是佛，所以只要我们领悟了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呐、啊，就已经是佛了哦，一定要肯定呐、啊，唔能够怀疑，甘是哦，嘿那甘是哦，那拢无疑啊，哦，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就是佛。哦，自性若迷啊，佛是众生。我们自性一迷灭了，那个佛就变成众生了。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已经都不知道哦，那个就变成众生。那自性平等哦，众生呢哦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性啊都是平等，不管身份地位啦哦，自性都是平等。哦，身份地位啊有千差万别，可是佛性啊全部呢都是平等哦，所以我们了解啊哦，自性平等的众生呢是佛，自性呢哦学显哦，佛呢是众生，汝等心若呢哦玄曲，我们众生呢那个心啊弯弯曲曲呀、啊、哦都是呢叫玄曲，即佛在呢众生中，一念平止啊。哦，就是呢，我们把那个执心哦呈现出来，即是啊众生成佛。那么我心呢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所以我们的心呐、啊，就是佛。那自己的佛就是真佛。哦，若自若无佛心呐、啊，何次啊求真佛？我们自己假如说哦没有哦那个佛心的话，那么要到哪个地方呢去求真佛？就是吼、哦、求不到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吼、哦，说我们呢、啊、自己本身已经就是了，哦，汝等自心呐、啊、是佛，哦，更莫呢无疑呀、啊，就是绝对啊，不要怀疑，我们这个上了一年吼、哦，这个时间来了，慢慢吼、哦、累积呀、啊，对我们自己呀、啊，哦，那个自心呐、啊，就是佛，哦，产生了信心，然后慢慢坚固。有没有这样啊？哎，对，所以一定呢，吼、哦，要在这个自心上建立，本身呢就已经是佛，哦，外无一物啊，而能建立，哦，外面没有，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真心，哦，皆是呢本心呐、啊，哦，这个心生万种法，哎，是我们的本心哦，生出万种法，哦，故经云呐、啊。心生呢种种法生，心灭啊种种法灭，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一心呀、啊、一生了以后啊，种种法都产生，心灭呢种种法都灭，哦，凡尘的善恶啊，所有一切啊，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五经啊，哦，这个留一句啊，哦，一如等别，哦，名呢自性啊真佛迹，或待之人呢，哦，视此句意啊。自见本心，自成啊佛道，哦，所以呢，这个六祖、啊、又留这个句语，哦，句曰：真如自性啊，是真佛，所以我们哦，这个真如自性，哦，真如，我们那个如是我那个如啊，哦，真如，一真啊，哦，一切真，哦，一如啊，一切如，真如，所以真如啊，就是我们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那个真如自性啊，
就是真佛。哦，邪见啊，三毒啊，哦，是魔王。三毒是什么？哦，对，就是贪嗔痴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啦。那我们哦，就是要哦离开啊这个贪嗔痴。哦，不贪不嗔不痴。哦，没有贪嗔痴啊。哦，没有邪见。哦，有邪见三毒啊，是魔王。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不要做魔王。哦，邪迷哦之时啊，魔在色。哦，邪迷的时候啊，那个魔在我们的身体啊，那个色哦就是房子啦。我们灵性啊自在身体啊，就像自在房子一样。哦，所以呢，邪迷的时候啊，魔在色。正见之时啊，佛在堂。我们正见的时候啊，那个佛啊，就在我们天堂。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哦，保持啊这个正见，哦，各位浅显，正见是什么？哇，又很不好用哦，这个简单的语言呐，哦，把它呢这个描绘出来，哦，这个正知正见呐，正知啊就是三际心不可得，哦，正见呐，啊，就是不执着依，不执着意，意呀，啊，一个田在一个共。那个意，不执着意呀，啊，不执着意，这样了解吗？大概是还不了解了吼，这个不依不意呀，啊，我们了解说凡尘啊，哦，很多呢，这个现象啊，都是这个样子，哦，不依然后不意，三际心不可得，导致吼，印象比较深刻了。有没有？这个过去心啊，现在心，未来心，哦，我们呢把那个三心啊，都能够哦这个去掉，哦，去掉三心啊，三世啊就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呢，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在凡尘呢，这个三心啊，是害我们最厉害的。哦，尤其年岁大的哈，都会生活在过去的哦那一些情景之中了，那个哈，就是一直啊，在脑海里面哈，哦，起心动念，他，所以会把累世的那一些呀，啊，哦，那个缘呐，啊，因缘都汇合，然后我们遭遇啊，哦，会很坎坷，所以哦，要了解到年岁一大了以后啊，哦，最忌讳。哦，就是不要做哦，回忆过去的事，因为我们哦，这个可能哦啊会去跟呢这个年岁大的哦那老人家哦，这个聊聊天呐，啊，然后我们都会听到那个倒带，有没有？因为每一次听哦都一样，哦都会倒带给我们听呐，啊，所以哦。那个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哦，那个遭遇啊就不会很理想，哦，会把那个哦以往累世的一些啊哦造的啊那一些业拉来，然后我们接受果报，啊，所以我们年岁大了哈，就要学习哦应先先呐，也向者为。会向做应先先无，规工拢无代志安尼，哦，好不好啊？好。规工拢无代志，他看嘛拢无代志，哦，应先先，哦，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那个三心呐，啊，不能有，所以哦，这个正见呐，啊，很重要，哦，正见之时啊，佛在堂，这个佛呢，就在我们天堂。那么性中呢，邪见啊，哦，三毒身，我们性中啊，性分之中有邪见，不正确的见解，哦，那个贪嗔痴呢，三毒就产生，即是呢，哦，魔王来注射，就是魔王已经到身体里面来了，正见呢，哦，自除啊，三毒心，我们有这个正见啊，自己啊会除掉，哦，那个贪嗔痴。那个呢我们，佛性里面没有，没有贪嗔痴，魔变成佛啊，
哦，这个真无假，所以我们哈、哦、没有那个贪嗔痴的时候啊，那个魔就变成佛了，哦，就呢哈、啊、真无假，法身报身呐、啊，哦，即化身，三身呢本来是一身，所以我们了解哈、哦，这个三身呐、啊，本来就是一身，肉相呢性中啊，哦，能自见呐、啊，即是呢成佛菩提因。哦、我们向呢这个性中、哦、自己呀、啊、来见到、哦、见到法身、报身、化身、哦、都能够见到，就是呢成佛菩提因呐、啊。哎，法身呢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哦、本体，然后报身呐、啊，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化身呢就是我们行为、哦、我们行持出来的那个呢都是化身，就是我们一生。哦、我们要向自己的、哦、那个性分之中呢、啊、来自己、啊、见到本从、哦、化身呢生啊净性，我们呢从化身然后呢产生啊清净的佛性，哦，净性呢藏在啊化身中，哦，我们那个清净的佛性呢，就藏在呢我们化身之中，就在我们行为啦，所以我们的行为啊都是利益众生，哦，那个呢都是啊，哦，清净的佛性，哦，所呈现。那么性使化身呢，行哦正道。我们的性呢，使我们的哦这个化身啊，能够呢行正道。当来呢圆满哦真无穷，我们呢就一定会证悟。证悟呢，我们哈、哦、不生不灭哦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呢就圆满哦真无穷。隐性呢，本是啊净性因，哦，那个隐性，我们要了解哈、哦，那个隐，我们会走入啊那个隐的现象，哦，那个呢就啊哦走入那个黑暗。那假如说我们走入啊那个性，哦，隐性呢跟佛性啊它是一样的，哦，相啊是不同，性啊是一样，这样知道意思吗？哦，那个产生的哈、哦，那个因素啊，哦，我们要了解到，哦，一住相的才会啊，有那一种哈、哦，喜欢男女哈、哦，做爱的事啦、啊，那个是走入相，那你走入性，走入佛性以后啊，它哦，本来啊就是清净，本来就是一体，没有相对待，哦，没有男，没有女，所以要求。哦、在我们性分之中啊，求男女相、啊、是不可得。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是男的还是女的？哦，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啊，是男的也是女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固定啊。啊，我们、哦、为什么会走入啊？那一种、哦、男女做爱的现象，那个就是住相，住在形象，然后、哦、心呐、啊。哦，就是已经邪见不正确了。那假如说我们一走入啊，哦，佛性之中，佛性是哦没有对待，哦没有男女相，所以没有做爱的事，所以也没有那个淫，哦那个事情发生，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个淫性呢，本是啊净性因，哦一般呢我们比较哦啊这个没有这个去研究哦啊也比较哦。这个不敢、哦、去开口去问。那么持云、啊、即是、啊哦、净性身、哦、我们持掉呢那个云的现象、啊、就是、哦、净性身、哦、我们呢清净、啊、这个佛身、哦、性中呢各自、啊、离五欲，我们性中、哦、要离开、哦、那个五欲，这个五欲、哦、我们要了解、啊、就是我们感官、哦，眼耳鼻舌身，对的色声香味触，哦，眼啊对色，耳对声，哦，啊鼻啊对嗅，哦，然后呢身对触，哦，啊嘴巴呢，各位浅浅，我们嘴巴对什么？不是有讲味吗？就是喜欢吃啊。哦，啊，我们喜欢吃什么啊？
可能我们哦，哎，这个在场的都已经清口了，所以不会哦，哎，贪那个哦口味。嗯，现在哦，因为整个这个哦完成社会啊，哎那个哎那个炸鸡排啊非常哦这个流行，所以一吃了以后哦哦那个胖得不得了，而且都讲哦那个外国啊把那个生长激素哦。哎，都呢啊，这个打入啊那个哦，所有我们那个吃的炸鸡排里面，然后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啊，在身体里面哦一直生长啊，哎啊，所以就非常胖，一个人哦差不多变两个人的分量。南部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么胖的哦，哦北部非常多，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跟我们生活环境呢这个有关系呀、啊。哎，那生活习惯性哦，蛮难去改变的，哦，所以我们的性中啊，各自啊，哦，离五欲，就是离开哦，我们那个感官哦，眼耳鼻舌身的刺激啦，哎，所以哦，哎，或者都讲说，哦，这个男士们啊，一赚钱了以后啊，哎，就会哦，这个去找那个回魂蜜的花粉味道。花粉味道就是那个化妆品嘛，对不对？啊，什么人在用化妆品？都是哦，坤道们哦，所以或许都讲说哦，那个晚上要洗掉啊，要睡觉的时候要洗掉啊，哦，啊那个又蛮贵的，拿来磨一磨啊，晚上又要洗掉，很浪费啊，哦，啊不要磨又不要洗哦。那个最好，哎，啊，磨一磨哦，就是要诱惑，诱惑男士们，哦，都是被怪啊，被怪啦，哦，所以我们呢，这个性中啊，各自哦，各自啊，离五欲，离开哦，这个感官的刺激，哦，见性呢，刹那即是真，哦，我们见性啊，见到佛性，刹那之间啊。哦，就已经呢是真，哦，今生呢落狱啊，顿教门，哦，今生啊我们遇到呢这个顿教，哦，这个啊啊呼吁啊自性，哦，见是真，哎，我们已经呢能够遇到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就已经见到啊我们世界啊最珍贵的，世界最珍贵的是什么？哎，就是佛啦。啊，我们自身哦，本身就是佛啦，哎，啊，所以本身哦，就是世真。又不敢承认了。想一想说，哦，那世尊是释迦牟尼佛哦，哎，我们都会这样想，哦，可是哦，是我们自己，哦，见到自性啊，就见到世界最珍贵的。哦，就是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心，若欲啊修行哦密咒佛，我们要修行密咒佛哦，不知何次啊泥求真哦，不知道呢要从哪个地方哦去求真，若能呢哦心中呢自见真，我们心中啊自己见到真哦，有真呢即是啊成佛因呐、啊。哎，所以我们那个哦，观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成佛的因哦，很重要哦。不见自性呐、啊，外觅佛。假如说我们不见自己的自性呐、啊，到外面呐、啊、去找佛，起心总是啊哦大痴人哦。假如说起这个念呐 啊那个真的是够笨的啦哦，一定呢找不到佛，外面没有佛啦哦。顿教法门呐、啊，今已流哦，六祖呢就讲。说这个顿教法门啊现在已经哦留下来了，可以让我们啊很快啊哦就成就哦，救度世人啊哦悉自修，哎，我们呢这个救度世人，然后呢我们哦领悟了、啊、一定呢要自修，报如当来哦学道者哦，不做此见啊大悠悠，假如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悠悠哦就是蹉跎岁月，蹉跎岁月知道吗？就是浪费光阴呐、啊，哦，一天过一天，
啊，真紧一世人都过去啊，哎，啊过去死去啊，哦，啊个轮回，哦轮回个来嘛个戆戆，个拢未响，哦，所以大悠悠啊，哦蹉跎岁月。那么师说偈语啊，告曰：汝等哦好助啊，吾灭度后，莫做事情呢，哦悲戚呀，哦语类，受人呢刁问，哦身着孝服，挥舞弟子。哦，那样就不是啊，六祖的弟子。那么一挥啊，正法哦，但是啊，自本心哦，见自本心，无动诶，无尽，无生无灭，无气啊，无来，无事无灰哦，无智无往哦，孔儒等心明呀、啊、哦，不会无意，今在呢，主汝哦，叮咛交代哦，令汝见性。哎，这个呢，令哦所有这一些哦，这个领导一方的人啊，都能够见性。五昧度后啊，依此修行哦，如五在路哦，按照这样来修的话，好像呢，我还在呢哦，这个凡尘哦，若未啊哦五教，只要说五违背了哦，我所说的哦这一些呢啊教法哦，纵五在世啊，亦无有益。哦，违背了我的家法，纵然我还在凡尘，那也没有利益呀、啊。哎，所以哦，这个呢，告示哦，所有哦，这个一方的领导者啊，就是要哦，汲取呀、啊，哦，那个想说的内容。那么复说契约，哦，物物啊不修善，那个物物哦，就是如如不动的，哦，就是我们已经呢进入啊佛性如如不动的那一种状态。然后也不着重呢在功德啊，所以不修善，哦，然后腾腾呢不造恶，那个腾腾呢，哦，就是呢自在无为，哎啊自在无为的那一种状态啊，哦也不会呢，哦去造的不好的事情，哦积极啊断见闻，哎那个哈、哦、就是清净无为，到达哈、哦、哎那个呢，哦极灭的那个状态。断掉呢所有的见闻，就是我们从、哦、根尘相对、啊、产生的那一些、啊、把它呢断除、哦、因为那一些都是生灭的，然后荡荡呢、哦、心无着，这个坦荡荡、哦、就是很、啊、宽广，心呢很宽阔、哦、不着于、哦、这个形象，所以、哦这个、啊、六祖都一直啊，都希望所有的这些领导者啊，都能够哦很正确的哦，这个教导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脱离苦海成佛。那么师说句六祖呢，讲这个句语完了以后，端坐呢哦，至哦三经噶三经，呼为门人曰：哦五行矣，就是哦要走了哦啊，燕然呢这个劝化。一时啊，哦，异香满室啊，哦，整个呢，这个房间里面啊，都哦很香，哦，那个香味很香，白红属地啊，林木变白，哦，禽兽呢哀鸣，哦，这个天地之间呢，都有那一种哦那个瑞象呈现。十一月呢，哦，广招新山哦郡官僚，祭啊门人僧俗。真言啊，真身哦，末节所知啊，大家拢在修真，修真呢哦，要爱啊这个言哦，那个六祖啊去供奉，哎，暗在哦要哦为多为来哦，这个焚香啊，祷曰：香烟子处啊，哦失手归烟，哦看迄个香啊，要为多一个香气，啊得哦六祖啊，哦要归迄个方向。那么时香烟呢？哦，直贯呢朝西，哦，还是呢叶落归根啊，等于朝西。十一月呢十三路，哦，千神龛呢并手传衣钵而回，哦，次年七月二十五路，哦，出龛，弟子方便啊，以香泥上之，哦，门人欲念呢其手之迹呀、啊，哦，遂先以铁叶啊，哦，七步。先用迄、那个哦，迄、那个哎，啊眼片，眼片吼、哦、为阿妈棍吼加围的，哦，啊个用迄个油擦擦擦的，哦，固护啊，施浸啊，哦，入塔，先加伊的迄个阿妈棍吼、哦、
人要来给他斩头，啊，让他斩不到，斩不到，哦，然后忽于呢，榻内啊，白光出现，哦，直上呢，冲天，三路呢，四散，哦，到三天呢，这个啊，白光家啊，散去。那么少州哦，坐稳哦，奉敕啊，哦，立碑祭祀道行，哎，这个皇帝哦的势力呢，这个碑文哦，纪念啊那个六祖的哦那个修持哦那个啊法哦方法。那么诗哦六祖春秋呢七十六岁、啊、哦年二十四啊传医哦二十四岁的时候啊哎就接受啊哦那个啊五祖的哦那个衣钵三十九岁呢哦自法三十九岁的时候啊才把头发理光哦说法立身呢三十七载哎就是讲经说法有三十七年。哦，得子持法者啊，四十三人，哦，就是啊，一方的领导者这一些啊，有四十三个，悟道呢超凡者啊，哦，莫知啊其数，就是领悟啊这个道能够超凡，哦，能够入圣，哦，就不知道他数目有多少，就是非常多了，哦，因为呢啊这个六祖他是哦这个很啊这个平常化，哎，就是很亲切的在。教导所有众生的修持方法，那么达摩所传的信医中宗呢？哦，皇帝啊，哦，是呢摩那宝钵极方便啊，哦，受施真相，哦，哎，这个病道具等啊，哎，就是跟那一些哦，哎，要给人这个啊朝拜的紫塔哦，施则施之啊，哎，就是保管哦，紫塔。侍者啊，去保管，保管呢这一些东西，永镇啊，宝林道场，哦，流传呢啊，这个坛经以显宗旨。那么此间呢，兴隆三宝，哦，普利啊，群生者，哎，我们很会哈、哦，这个安排时间呐、啊，哦，刚好呢还剩下有十二分钟呢，要给各位提问，哎，啊，我们呢刚好把六祖坛经哈、哦。哎，讲完，各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把握十，还剩下十二分钟而已哦。好，请说。刘老师你好。好。我想问那个九十九页哈，那个六祖哈、哦，他归空之后，然后他说他是不是归空七十年后有两个菩萨哈？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六祖到七祖，我们那时候七祖就是法玉禅跟那个马祖道一，就是双师嘛，哦，也是单师嘛，哦，那时候是不是双师啊？他说的出家跟在家应该不是指那个一般的那个在家居士，应该是法玉玉禅或者去大陆哦，他说他是道家的，所以他是不是到时候就是以道家跟佛家？共同因为有遇到那个白族的那个后面的一些道场啊，这个是不是正确哦，因为那个六祖哦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预言哦啊，预言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他跟有时候跟这个现实的现象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吻合的，只是说哦那个啊他啊预测说哦在那么长的时间以后啊，他会把这个修道的方法哦传遍我们整个哦神州，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啊，哎啊，所以在哦那一个时期啊，是我们哦在六祖以后一直到西元这个一千年哦那个期间啊，是我们哦那个禅宗最兴盛。那因为我们从哦中国的禅宗那个修持的哦那个内容啊，跟那个印度的哦那个又不一样，它是以啊佛性本体为主要啦，哎啊，可是哦那个印度的哦那个禅哦那个修禅呐、啊，它是以哦那个精神呐、啊、哦为其主要哦，所以那个方向也不一样。那我们了解说从哦，那个
714年六祖归空，那一直到西元1100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那个禅宗很兴盛，而且那个互相之间啊都会鼓励啊，所以这个它重点是在把那个修道的那个方法呢传遍了我们整个中国，就是昌隆法师啊，那重点不在于说哪一个人，而是说在他可以把建造那个寺庙，他把那个修持的方法传遍了我们整个中国，所以在西元大概一百年以后啊，我们才慢慢这个修持的那个内容又产生变化，就比较着重在那个理论，不着重在实际的修实修。可是在西元1000年之前啊，都是很实际在修，那个呢修持啊都是很这个注重啊那个实际，所以这边他预言只是说以后啊会很兴盛，这个修持法门会很兴盛。还有吗？还有9分钟。刘老师好，好，请说。来问他说，请问山腰水怪和广良仙翁是如何形成？他们也要用到轮回吗？如果不必，他们又如何投转人生？那个魑魅魍魉跟那个山腰水怪，它是接受日月精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要很长的时间呢，都是要几千年几万年，它才会形成啊形象，所以形成形象以后啊，它本来我们要了解，它本来啊就是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在。可是它形成了形象以后啊，因为那个时间久，时间久了以后，它会模仿我们人类啊，所以魑魅魍魉它本身并没有那个佛性本体，可是它就是很像我们那个小孩子那一种顽皮性，很喜欢跟我们人类玩游戏啦，所以我们就会这个受到呢。那个魑魅魍魉啊，假如说没有行善，佛性又没有光明，它会受到危害，受到魑魅魍魉危害。那假如说我们佛性是有光明，是有行善，那魑魅魍魉会保护了。各位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没有佛性在？魑魅魍魉啊，有没有佛性在？他为什么会保护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欺侮啊为恶的人？所以这个就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了。因为这个历代所有研究这一些山妖水怪啊、魑魅魍魉，他都没有把它这个定案，没有把它固定化，说他是有还是没有。就像那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他在讲那个一忏体呀、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呐、那各位浅显，一忏体有没有佛性？就是那个深宫他就一直坚持说有，可是他的所有师兄弟他就讲没有。他没有他又一直讲的话，师兄弟都不听他不听的话这一个他就去讲给石头听石头拢白白去讲给石头听然后讲到那个激动的时候就直问那个石头到底有没有？你说，那个叫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就说有，那佛也曾经讲过了，说那个一忏体呀、它没有善根，可是它进入地狱的时候它会后悔，后悔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后悔的心就会产生善根，
然后去地狱受苦完了要出来，出来的时候啊，一样是后悔，说哦，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受苦？哦，他一样后悔啊，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啊，也产生善根啊，所以那个佛性啊，就是从那个地方呈现，从那个哦进入地狱跟出地狱的时候啊，它就呈现佛性啊，所以哦，我们就了解到。哦，我们一般讲一忏底啊是没有哦，没有佛性的。可是你讲到究竟的时候啊，它还会产生，只是经过的时间呐、啊、很长，很久，很长久的时间呢，哦才会变化。哦，那三妖水怪呢，跟魑魅魍魉啊，它也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哦，一样哦变化。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固定它。是有佛性的还是没有？还有没有？还有五分钟。刘老师好。好。有现在问他们说，未来大欢喜，弘正九品，母子团圆乐，西里不逢杂。这个西里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字比较特殊。悉尼呀、啊，可能呢就是有一个人的那个名字啊，看起来呢像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是鼓励我们哦修正啊，鼓励我们修正呢，我们了解说现在上天大概普渡啊。哦，我们现在得到是先得而后修了，哦，先啊得到以后，然后才来修持，不像以往说先修而后得，所以我们哦要了解说，哦不敢保证啊，各位都可以修正啊，哦，而且也我们在大开普渡的时候，哦我们在求道的时候，哦也跟我们说。保我们万八逍遥，只有哦万八了。那我们要了解到，万八呢，只是一个缘会里面的一会，哦，是，我们一缘呢有十二会，哦，一会啊，哦有一万零八百年。那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一万零八百年太短了啦，哦，在我们那个真理的哦那个佛性来讲。它是刹那，很快就过去了啦。在现象来讲是很久，可是，在真理来讲，它是刹那。那我们哦，就是借着上天大开普渡，然后呢，哦，我们佛老师掌道盘又把我们哦玄关又打开了，哦，就是已经可以啊，哦，成仙做佛。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呐、啊，就是努力的。哦，修正，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修正到本位，就是成佛。哦，把那个啊，哦万八已经呢超越。各位这样知道意思吗？我们哦，假如说有求道，可是哦，我们没有努力修，没有证悟自己的本性，那我们哦，只有逍遥啊，哦一万零八百年。那一万零八百年以后、啊。还是按照我们所造的业，哦，又进入啊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很多哦啊有求道没有修啊，那个叫种子不灭，他哦佛性的种子啊不灭。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个缘会过去啊，又有下一个缘会，那下一个缘会啊，一样开天辟地啊，哦引会生人的时候啊，哦谁要到凡尘来？就是我们有求道没有修的这一些种子不灭的哦，一样又到凡尘来，然后我们到凡尘来啊，哦，一样又经过哦，六万年的哦那个轮回，那轮回了以后啊，我们又遇到哦上天大开普渡，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又遇到啊，你可得了，哦，又没有修正回去啊，像那个南极老先生说。哦，自我成道以来啊，都已经哦，看到
七次的分顿，那我们一次也没看到啊，哎啊，所以哈、哦，各位就要努力，哎，我们得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然后我们看第一次，有没有那个啊愿望？这个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啦，哦，才能够、哦、真正的回归到本位。